jungle. Audio Jungle. 图为江苏南京雪景网络照片中，国各地省级人大政协会议继续开会。江苏省新选13届人大召开第一次会议，公布选举省级人士任命之前报告上届人大会议审批检查部门工作成就，提及查办令政策在内多名部级贪官情况，令政策以及张越等贪官案审由中央议的交办。据东方日报今天报道，江苏第13届人大第一次会议1月28日上午在南京召开。江苏高院代院长夏道虎、省检察院检察长刘华分别作出工作报告。刘华表示，过去五年江苏检察机关查办不少大案，包括中央交办的山西职务犯罪专案侦查和起诉案件，涉及山西省政协前副主席、令政策等八名省部级、十名前厅局级高官及其他涉案人士在内的共43名人，全都均已审结判决。据刘华表示，江苏检察机关共查办8286件职务犯罪案件，涉及超过10304人，其中有5486件是贪污贿赂大要案件，1089件为渎职侵权重特大案件。而上述的八名省部级高官则包括有中国科协前党组书记申维辰、山西政协前副主席令政策、省人大前副主任金道明、省前秘书长聂春玉、省前统战部长白云、前副省长杜善觉及任任后太原前市委书记陈川平。夏道虎又指，在任润后一案中，扬州市检察院开创先例，对因病死亡任润后提起没收违法所得程序，最终经扬州中院裁定没收赃款2200多莫元人民币。报道说，此案被评为2017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刑事案件。报道说，去年江苏检察机关侦查了包括河北省前政法委书记张越、国家发改委经济贸易司前副司长耿书海等两名省部级、四名厅局级干部在内的14名职务犯罪疑犯，同时又自行立案侦查了职务犯罪1590件2021人，数字较同期上升 3.9% 和 1.3%。